学员大家好，我是欣怡老师。今天呢，很开心的跟各位来分享翰林家的版本。好，我们进行了一年级下学期 Lesson 6第六课，请同学翻开到第80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呢？他说How do you make chocolate milkshake？ 哇，很好喝哎。How do you？ 好，这个 how 写上如何 ，do you？ 好，这个 do 是助动词，它没有任何的意思。You 写上你，然后 make 就是制作，所以我们来做什么呢？这个是 chocolate 啊，就是这个巧克力，然后 milk 就是牛奶 ，shake 啊就是奶昔的意思，所以是巧克力啊这个牛奶的这个奶昔哈。你要怎么制作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他说啊 ，What do you need？ 好，你需要什么东西呢？原来这是一个啊制作饮料的一个哈食谱，所以 what 写上什么 ，you 写上你，然后 need 写上这个需要。好，所以你先需要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a glass of milk。好，这个 a glass 哈 ，a glass of 先把它画里线写上这个一杯。那你们有看到什么东西 of 什么东西又出现了？把 of 圈起来，画个箭头往前。所以翻译啊，从后面往前翻就是牛奶的这个一杯。所以啊，我们常常在口语还是要经过在美化在升的，就是一杯的牛奶。OK， 好，所以要经过有一些工序。好了，来看一下第二个，它说 a small cup of chocolate ice cream 啊，这个 a cup of 先把它画里线写上一杯，然后 small 写上小的，所以小小的一杯的这个什么 of 写上的，然后把这个 of 圈起来。好，然后 chocolate 就写上这个巧克力 ice cream 写上这个冰淇淋，所以啊什么东西 of 什么东西又出现了哈，把它圈起来画个箭头往前，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巧克力冰淇淋的一小杯，所以要巧克力冰淇淋好是一小杯。好，下一个他说啊 what do you do， 那你要怎么做呢？所以 what 一样写上什么，然后 do 写上这个做，所以你将要怎么做呢？他说 first 首先。好，那这个首先就是第一嘛，就是一个叙述哈，记得。好 ，put the milk， 好 ，put 先写放，然后 the milk 哈写上这个牛奶 ，in a blender， 好 ，in 就是在一点点点里面，然后这个 blender 就是我们的单字哈，它就是这个搅拌 ，blender 是搅拌的意思，然后把 er 圈起来上面写上这个专门，所以专门在搅拌的就是搅拌器，那就是这个果汁机的意思 ，OK。好，那 in 有介系词功能一样嘛，切开上面写上介系词的介 ，second 第二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也是一样叙述哈，勤劳一点再写上去。Put the chocolate ice cream in it。好 ，put 写上放，然后呢 ，chocolate 一样写上巧克力 ，ice cream 哈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ice 就是冰哈，然后这个 cream 哈就是这个奶油的意思，所以就是冰淇淋 in it。好 ，in 就是在一点点点里面，我们一样把它切开，上面写上介系词的介。好 ，it 就是它，所以把它放入这个 blender 一样哈，这个 it 等于 blender。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in 是介系词啊，一样把它切开。上面写上介系词的介。好，来第三个动作也是一样哈，叙述一样把它写清楚。Blend for 1 minute。好，开始要搅拌了，所以 blend 就是搅拌这个动作。For 好，有多久的时间呢 ？One 写上一 ，minute 哈写上分钟，所以原来要搅拌一分钟。好，那 for 一样有介系词的功能嘛，切开写上介系词的介。最后一个动作了，我们来看一下 ，What do you get？ 所以你会得到什么呢？这个 what 写上什么 ，get 写上得到哈。那这个 do 就是啊助动词没有。有意义的，所以它会加原形动词，就是这个 get。我们来看一下 ，You get a glass of chocolate milkshake， 哈，你就会得到一杯。所以 a glass of 一样嘛，画里线写上一杯 chocolate， 哈，写上这个巧克力 milk， 哈，就是牛奶，然后 shake 就是这个奶昔。OK， 好，那有没有开始想要喝了呢？今天这个部分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请同学复习再复习，相信英文可以继续进步的，继续加油啦，拜拜。